南宁王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我去，怎么这么恶心啊？选这种阵容是搞什么飞机啊？搞什么飞机？搞什么飞机？搞什么飞机？选一个南宁王，选个沈梦溪，选个关羽，选一个太乙。除了对面马可，我打得过谁呀、啊？打得过谁？打得过谁？我他喵的打得过谁？我他喵的都快一打二了，我他喵服了，我烦死了。关羽挂机了啊，好啊，好个屁，这不是在吗？骗人呢，在如此逆风的情况下，我还以为这一把要赢了呢。你给我讲一句关羽挂机了，糟了呀！谢谢 ALBA 送了十一个血瓶，谢谢谢谢送的血瓶，打气打气。南宁王沈梦溪烦死了，你不要再来打我了，不要扎我了。烦死了呀！关羽南宁王沈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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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烦死了！啊！我讨厌你，关羽，我讨厌你，沈梦溪，我讨厌你，南宁王，你们都去死吧！既然永远都活不了，那我他喵就不要防装了，我直接一波纯输出给你搞死你，搞死你！赢了，赢了！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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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喵难了，铁子怎么能这么难呢？